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按内底开就好嘛。我从印度回来，因为我15号回来嘛，15号回到这边已经是半夜11点多，回到家12点了。所以给18号就继续请那个智利法师，哇，真的很累，有时候还蛮钦佩那些可以这样子一下出去那么久。旅行很累的啊，尤其有年纪的时候更累。对对对。啊，去久一点，风尘仆仆啊，不睡眠不足啊，不加。那这一次真的是应验你这一句话，风尘仆仆。你看那个衣服回到旅馆之后，把它晚上洗了之后，那个衣服啊，洗出来水都是泥巴水，黑黑的。印度。印度啊，你乱讲，哪有啦？无卫生啊！哎，啊，用手在吃，你看到你敢吃落？你不能这样子说啦！我们又不是去那个啊，我们是去啊，我去19天。本来是想自制旅行，后来觉得不行，所以就交给旅行团。那可是因为那时候团委已经都决定，所以后来只增加一点点，那就交给旅行团。那旅行社也蛮花心的啦，就还是把它接下来，还是把这个团接下来。所以其实旅行社没有什么。像去12天的话就要7万多，啊，我们是19天，冇省这个钱，建议袂使省。印度敢若出一个国宝吼，是咱佛弟子的释迦牟尼，剩的拢无半项，无半点。你袂使你讲啦，咱甘地不是好好。甘地对啦，迄是后来啦，我是讲。对吧？啊，你不要忘了，那个美国那个矽谷里面的工程师很多都是印裔的哦。其实他们的那个数学比我们还强哎。零是他从那里来的吗？啊？印度人发明的，阿拉伯人发明零啊，零是印度人发明的。我不知道，反正就是矽谷的那些工程师很多都是印裔的，那他们的数学是比我们强。不是，应该是考不上印度才去美国读那个伯克莱。你知道吗？印度还在考那个才勉强。印度的民族喽，自己的释迦牟尼佛的大智者，结果也无底下生根啊，拢照对咱东土啊。你袂使安尼讲啊，一切你只能观音莲华、啊。你只能观音莲华，如果没有回教进入的话，今天佛教不会被灭啊。啊，可是一切都是属于你去看那些，其实你不要一直去讲说那个那么落后的地方，其实比他们落后的还是有，那落后只是某些区域而已啊。我去2次嘞，你一次都没有去过。一次也没去过。那个味道不一样了。很不好闻啊。不是，很不闻，因为那个。充满了外道的味道。没有，不是不是不是。还是外道满街跑。没有，不是外道满街跑，出家洞满街跑。我只能说，真的是，那个我们走的全部都是属于佛教圣地而已嘛，就八大圣地全部都把它走完了。所以，其实我们团位还蛮便宜，出家洞不超过6万嘛。那在家洞不超过5万，在家洞不超过6万，可是真的应了他那一句啊，旅行不能省旅会。你这样算你省的
我太太便宜了，真的很便宜。建立起来释迦牟尼游的那些八大圣地，对不对？因为佛教徒没有像那个回教徒说替麦加终身朝圣一次为职，自愿跟那个等于是一个自愿。他们全部的回教徒是终身要去麦加朝圣一次哈，还有基督教、天主教他们有什么天教堂什么那些空想那些，有一个中心点。我们的佛教没有一个中心点，说哦，终身去那里一次就值得这样子，有没有？在哪里没有？有谈啊，只是。没有啊，有谈到这个问题，可是我们因为一切都是属于因缘的方式，所以我们不会去固定。所以你说这个问题其实不是只有那个什么回教啊，什么教，那个像印度的那个印度教啊，婆罗门那个印度教，他们也有啊，他们有这个观念，因为他们的想法就是终其一生他们要去恒河啊。佛教现在没有给我们灌输建议到一个思想，就应该去回家里一次吗？没有啊。我们应该去一次，对不对？对啊。你去了吗？没啦。我是说普遍上我们没有得到这种建议，这种。去那边嘛，一定要去那边一次嘛。真的吗？对啊，没错啊。我没有接到这个信息。啊，但是你自己要一直想说。那你很落后，所以你就不想去。也不要说他先否定一切了，因为他可能接触的没有人跟他讲说终其一生，要去那边一次了啊。其实我们佛教里面讲到说心有没有？我们讲到那个就像那个须菩提有没有跟莲花色比丘尼那个意义一样啊？我们一切都在心里，菩提迦也在心里，佛陀也在心里，都不用记了。你不用记了，心了。如果你能这样子的话，那个后面这里就有一句话。就自由不由的那个问题，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问题呀、啊，对对。可是你真的能够这样子吗？你能真的能够有那个程度啊？对不对？共阿进啊！啊，其实一念之间到了，一念之间呐、啊。是啊，坐在家里冥想就好了，没有错。法师又在那里，我在这里，我上课开始了。对啊，是没有错啊。好，下课。好了，跟大家分享那个十九天呢，有时候我会讲到说，用钱去买泪回来了。可是，毕竟哦，因为我去过一次，我真的还想再去。可是这一次去了之后，我就不会想一直再去的那个。念头就会有，以前还是会有这种念头。那我这次纯粹去的话，其实有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念头，就是贪。那为什么贪？因为他的钱，他的那个费用很低，他的费用很低，所以我想去。因为像我大概十年前去的话，那费用就六万多了，而且才十二天嘛。那时候是去六万多，十二天，那现在是九天，才五万多。等于是出家众四万多嘛，所以我就看到那个钱少，我就想，我要去，我要报名去一次，再去一次。所以你看，这是不是一个贪字？所以贪有好，贪也有不好。那我只是想要去那个佛陀的圣地。那经里面有讲到说，佛陀的那个圣地，身为佛弟子的话，终其一生还是要去。哦，能够去的话。因为我们讲的是缘起法，是因缘啊。你能够去的话，当然是很好。可是你不能去的话，那我们随喜赞叹这些，我们讲的这些，所以不会一直说去强调说你一定要去，你一定要去，你一定要去这样。可是，在书里面是有记载说，还是能够去的话，还是去。身为一个佛弟子，你去那个地方，你去缅怀佛陀的那个种种事迹各方面的。佛弟子所经过的那个十大弟子所经过的一些事情，那你过去其实就像我这次以前我去没有这种感觉，这次去只有去到一个地方，就是那个回舍里，回舍里的地方，就讲那个维摩诘经那个回舍里，一样意思，就那个地方啊，去那个地方，因为他那个导游跟我们讲，从这里就开始进去回舍里了。那军里面都有那个心就开始
就感觉很酸的那种感觉，酸酸的，那会有一种回到家的那种感觉，哎，就是会，这就是会有这种感觉。那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很都有不同。像我们团队里面就很多人到那个七世纪孤独院的地方，那因为我们在那边有送那个金刚经，哦，就在那边有送金刚经，那就很多人就当场一直掉泪，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那个没办法禁止的。他说我不要哭，这不行，就眼泪一直掉。啊，哦，那去到那个会社里的地方，就有这种感觉。所以一次走八大圣地，那我们在那个普利迦耶是留的最久的时间，啊，留大概4天还是5天，啊，不过还是那一句话，如果你想自助旅行的话，其实女生是很危险的，男生才可以，啊，是不要穿得太漂亮，那全才不能露白。那你可以上网络去订房间、坐火车这一方面，可是要小心就是了。那因为我们是，去住有好几次是住在那个寺庙里面，所以，是比较便宜一点。那就像那个师兄讲的，好，李金姐你所讲的那个理会是真的不能省下来的。我们住的地方，我们两处。就两一次是在基斯纳罗，就是活动涅槃地，一次是在成佛道，那都是住到寺庙去。我第一次去的那个基斯纳罗那地方呢，那个进去之后，我第一件事情就找一个居士陪我出去，因为不能一个人出去，一个人出去比较危险一点。那我第一件事情我其实要做什么也没想不到，我是去买水桶。买水桶，没洗身躯，要沐浴，我去买水桶。那水桶买了之后，我就继续带到那个菩提迦耶那个寺庙去，在那继续用完之后就留下来，留在那边了，因为我不敢用，那里面霉味很重。哦，那棉被我还真的亲自看到，在旅馆里面我亲眼看到。我们用过的那个毛巾啊，他们没有拿去洗。那个毛巾不是有大条跟小条的，那有些根本就没有小条，也有些地方是没有大条。那有一次在那个看到的那个大条，我亲眼看到那个大条，他把它拿起来扯一扯，然后就把它折一折，就折了，直接又放上去。我真的看到这一点。因为我们要出去，好像最后要回来前两三天的时候，我看到的。其实我这次去是有准备，因为要住寺庙是有准备，我自己带被单去。但那个被单很大一条，我就双人或那种被单，那我就直接从垫的，然后从脚的地方直接就盖到这里的这边。然后再带一条小的那个毛毯就盖上面，我是有准备去的，可是那个床上还是会有一些小虫子各方面的，所以我才会说不可以省，就是这个原因。那省了这个离婚，你看好像是6夜吧还是7夜是住寺庙里面，那费用是比较省一点。哦，真的费用比较省。那他那个地方是真的是比较落后，不过有一点就是，世界各地都在，每个地方每个国家都在进步啦。那我们也不能否认说，人家他真的是在进步，只是他们的那个民情是很浪漫、很散漫的那一种情形。所以所有的建设有没有进步？其实我刚刚讲的是，真的要去的话，要早一点，趁着我们有体力的时候才能够走。再来的话，因为那个圣地的话，他们，就是这种观光钱啊，观光财，就赚观光客，而且是八大圣地，不是只有佛教徒要去哦。那个卖家是不是只有那个回教的人去？我想不是哦。哦，那其实他们现在把那个八大圣，就是把这几个圣地，其实整理的真的像公园，很漂亮。可是我之前去就没有这种情形，就乱七八糟。那原来那个味道都还在，
感觉佛陀那时候的种种情形，而现在弄得就像公园一样，全部都是绿地一片，到处都是很干净。那你进去的话，就等于是去散步、去看、去走，你没有那一种以前的那一种感觉的存在。那很多的那个，像我们去了阿育王住，那去了那烂陀大学，那那烂陀啊，还是有在建设，可是之前跟现在的感觉是有点差不多，还是有点那烂陀大学，可是里面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办学了。我们因为现在学，以前他们是，比如说像我们这样子一个教室，对不对？那旁边都是学生的住的房间，那墙壁有些墙壁这么厚，以后那个照片拿到的时候我才看有没有时间，或者再给你们看。像那个，他有带我们进去看那个玄奘大学的，不是那个玄奘大师的住的那一间房间。那里面房间还有一个好像地窖这样子，可是它是在墙壁底下挖一个洞，那里面可以进去，容下一个人在里面打坐，真的容得下一个人在里面打坐。那一出来的话，就那个门一出来，一下子就是这个教室。啊，教室里面就是上面是老师的座位，啊，底下是学生。那到底有没有桌子什么，我们就不知道，因为现在已经没有这些了。哦，这是教室跟那些，因为在那时候听说那兰罗大那个大学总共有万人以上的师生。哦，可是他的场地真的是很大，慢慢慢慢的还在继续挖掘嘛，还在挖掘，还有里面还有那个舍利佛的那个塔，舍利我知道吗？因为佛陀说要露面，那舍利佛就请求佛陀让他回到他的故里，让他回到他的故乡先露面，因为他不想再看到佛的露面，所以他先回去了。哦，那里就有舍利佛的，那在舍利佛那个塔，其实已经经过好几次的一些修整、修剪、修整，那旁边有很多的那个小塔。那小塔就是当时候有很多的那个僧侣过世之后所葬的，就这种情形。哦，那民俗是不是一样我不晓得啦，因为我也忘了问。像印度恒河旁边就有火葬场，那他们没有棺材，真的没有棺材，我真的看两次都看到是没有棺材的。那也看到就是在那个土笔，在当场就放在那个地方就在烧，我没有看到啊。可是在烧的时候，他不准人家照相啊，所以导游也叫我们不要照。哦，那两次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也有看到恒河旁边有在烧，可是我不知道那里是火葬场，我只知道烧。结果这次他跟我们讲，一个是旧的火葬场，一个是新的火葬场。就那个旧的火葬场就木头的，新的火葬场是有电气化的。所以你看连他是不是已经进步了，所以真的是在进步了。那其实最大的感触不是这一个，那等一下也会拉到我们今天上课里面有学易经里面所谈的。我感触最深的就是乞丐减少。其实去到那边最大的一个印象就是沿街就是会有人跟你要钱，跟你要钱，那你要给他吗？不给他，我们心又难过，因为全部都是脏兮兮的、黑巴巴的，瘦也很瘦。那有些手是跟你这样子一直，这个就是钱嘛，然后就指着他的肚子、指着他的嘴巴。你应付不来那么多人，你换成你自己回不来。对，没有错。所以有时候不是我们没有慈悲心，你知道吗？那我说乞丐减少原因是，印度政府他们也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只要是观光区的话，就会有这些观光区。可是我最大的感触就是那个菩提迦叶那个地方已经没了，少了，真的少很多。之前去的话，那个路中央啊，就是两排，有时候是甚至是三排，你根本就看都不敢看。现在没了，没了，一样。
一天我记得菩提障碍，我半夜起来，我跑去那个潮汕，可是现在五点开门，晚上九点关门，不让你进去。现在进去呢，大概惶恐吧。所以现在进去呢，就像是要坐飞机一样，要经过那个闸门，那个闸门还要给你搜身，还要给你那个什么扫描，现在都要。啊，你看看是不是整个都变了？以前进去可以带照相机，现在进去照相机可以带，你要一张门票，照相机就当成一个人，你手机不能带进去，所以我们都没有办法照到那菩提迦叶。就是这些，哦，所以那个乞丐手是，印度政府他们有意识到。其实我们常常在讲说，你要脱贫的方法，脱贫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受教育。所以他们现在有提倡，只要你去，就政府已经把教育普及，只要去读书的话，一切都是政府免费，不用学费，就是要叫他们去读书。可是还是有，哦，大人、小孩、老人，都还是有，哦，所以他们一直讲说不要给钱，给那个吃的就好了。可是哦，我们说在贫穷当中的话呢，你一见到这种东西，人性贪就出来了，人性的贪就出来了。所以即使给那个饼干啊，他们都还用抢的，哦，他们抢的蛮厉害的，那个整个袋子都被撕破，有些地方啊不是全部的部分，哦，那我刚刚所讲的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有这些，那唯一的就是菩提迦叶的那个这一些人都减少，而且减少很多，有机会的话真的是要去啦，哦，有机会真的要去，因为整个大环境一直在变，一直在变，那将来是成什么样子我们都不知道。那佛陀的那个整个圣地将来是不是已经没有岩石的那些味道，不得而知，哦，我们真的不得而知呢。你看那个因为印度会败坏，其实那个四种种姓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啦，哦，就是印度那么贫穷，四种种姓的情形，既得利益者要把自己所得的那个利益放弃吧。我讲这句话知道其中的意义吧，既得利益者。所以四种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陀、首陀罗。那首陀罗的话是奴隶，那他们的服务业那么广大，想要去工作的人能不能找得到工作？所以有时候在他们的那个心里面讲，我今天读到高中，那我在我的村庄里面我都找不到工作，那我读这些什么用？我读书有什么用？所以很多人就不想去读，因为这种乞丐多的一个情形之下，曾经有人要去那边开工厂，啊，把孩子带进工厂去做，就那些孩子，这是我听到的一件事，那个叫孩子去工作，一个月给2000多块，就孩子回答说，我去那边坐在那边。行乞的话，一个月我都有3000多块钱可以拿。我来你这里工作，我一个月才2000多块钱，我干嘛要来工作？去养成这种毫无预料的情形，不过真的少了啦。哦，真的少了很多。哦，那，其实刚刚我提到说，跟我们今天所讲课有一点的地方，就是《向华决议经》的里面所讲，因为《向华决议经》里面有提，他说。十万三世佛愿嘛，那为什么十万三世佛愿？你们的讲义里面52页的最底下，有一个向华决议经里面是，有这么一句哦，我们先看这个52页，
啊，如果不是这一个的话，我可能没办法跟你讲第几页。哎，大概是在九，啊，那是藏经95页左右。哦，是如果是以藏经来看的话，就是5页。那你如果说你们所看的那一本的话，可能是在，我没有那一本哦，就是它后面就前面有一个什么，在前面几行里面有什么境界法宝啦，研究法宝那一部分在底下一些，哦，所以我也不知道第几页。它里面有这个向我这一经，里面讲到是十方三世活跃。那讲到十方三世活跃，为什么会讲到这边呢？他就讲到说，觉得因为佛教所讲的空无所得，可是这里有讲到说有所得，叫做声闻是魔见属。那这就是引经典，他引的是《向华结义经》跟《火藏经》里面所提出来的。哦，如果说你有这些执着，不是执空之只有的话，那把这些当作有所得，是十方三世佛愿。那提出了《向华结义经》，所以向华结义经里面所讲，因为佛教讲正向末，正法修行，末法修行，向法修行，正法修行多人修多人证，那末法修行呢是百人修一人证左右嘛，千人修，那末法时期多人修没人证。在向法结义经里面有提到说，因为他其实他有讲到很多，就是说你要成佛道的话，是从布施做起，就是这一部经里面有提到。可是我们现在的从这个向法之后的这种布施呢，就是因为我们讲到说你的布施当然有多方面，法师无畏师，已经演无不向法结义经。啊，那我就把你讲这里，你在里头哈，你知道在哪里吗？52页的最底下。在《向法结义经》里面，提到的是向法普遍的现象。那佛陀都一直在讲，很多经典里面都在讲布施。布施的话，先舍自己念心的那个执，那跟大众结缘庄严佛道，这不无道理。那像《大智度论》里面也讲到布施，里面就讲很多的部分，因为六度波罗蜜首度的话就是属于布施，所以《大智度论》呢是讲这个六度里面，那前面一大半就是在讲布施，四色法也是布施，所以其实这个布施法是很好的一个方法。可是到了今天的这个时代，我们是做什么样的布施？向法时代这里讲的《向法结义经》里面就提到说，布施呢，不布施贫穷孤寡，这一些的都是以供养。因为我们在讲到说布施的话，有三种田：敬田、恩田，还有悲田。哦，那可是那时候悲田就没有人在做，那敬田、恩田都还有，可是敬田会更多。哦，供养三宝，供养僧众，什么寺庙弄得非常非常的漂亮的烟意拿出来，可是在布施贫穷的这一个呢，那就没有。那其实我用这个来讲的是，再联合起来，就把它牵连到说，今天印度的那个孤独的这些这么多，就是贫穷了这么多，那真的是贫穷吗？有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哦，可是这些会出来这样子，他们不会沿街乞讨了，他们会住在某个定点。其实我底下讲的可能不是很得体的，因为我现在所底下讲的，我们去到某个定点，佛教的寺庙的地方，除了这些在家种的这些印度民众的这种贫穷的这种乞者之外，其实还有可以看到很多。像我们去到某一个地方，刚到的时候呢，都没有看到出家众、出家法师。可是等到我们去的时候，
因为我们要上个小山丘去看一个圣地，结果我们去的时候才四五个，等到我们从在上面谈完的大概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左右，我们下那个小山丘的时候，你们知道另一个地方出家僧侣比在家的乞讨者要钱的那些人还要多，那你可以想象他们那个环境是什么样，僧众有没有人供养布施，都没有，是不是少之又少？那可是这个我也不晓得，所以有时候在讲到这个佛陀当初的讲的这种布施结善缘舍之，那会不会因为人心的关系变成什么一种以利益为前提，以利益为前提的这种情形，然后来做这件事？好，所以你想想看，在菩提家也，我们去的在家中，就准一个人十块钱的卢比，准备了500多份，不够，一个一个的去供养，出家法师一个一个个供养，2000份、5000份可能还不够，因为人真的那个出家众真的很多。那不错，那个地方真的是他的磁场是真的不一样，哦，所以，人那么多，是人那么多的话，有他好的一面。可是真的，如果真的要在那边学习他，静静的一个人，哦，就在那个佛陀正道的菩提树下，慢慢自己去思考，哦，所以，我想你们应该了解我的意思啦，今天对于僧众布施，向华结晶就这样子。那贫穷呢？为什么不去施舍这些？为什么不施舍？好，那我们今天看到路上有一些人，我们在施舍的这种怜悯心，有时候会变成一种廉价，变成一种不行。因为会被骗，会被怎么样，会被怎么样，所以有时候我们这种慈悲心也画不出来。我们这种慈悲心也没办法做，所以就截断了这些这样子的一个悲田的那种布施。所以我会想由这个去想到印度的这些孩子，那我们去的话呢，因为没有办法去做，哦，杯水车薪的这种情形，我们没有办法去做这件事情。那我们会去想到说，为什么佛陀的故里，佛陀的弘法地方会有这么多？那除了地理环境，除了因缘之外，那真的是还是那一句因缘化，哦，因缘化到底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子？那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个部分啊。好，那回到我们的这一个讲义里面哦，这是今天是开始从中间的部分。那讲义我给大家的这个是46页的部分，之前到45为止，哦，之前是到45。好，那我今天也把45，因为有些地方呢，其实还是会跳回到前面的这个部分。上完了课，这个会不会把它丢掉？意义是一样啊，回收好听而已啊。不能丢掉，不是丢掉，这不一样，丢掉跟回收。那你回收？回收是法尔文士啊，丢掉不一样，丢掉就是做废物不用的。回收还可以再制啊。好了，回收还可以再制。好，那其实这可能也会再回溯到那个卷上的一个部分啊。好，那当然你不用带啦，之前的你就可以不用带了。那记得这一本就可以带来看。哦，你们那一本就是我们这一本那个中国三轮宗的通识的，哦，你们就带那个，好像下册吧。你们是从第6章到第7章开始？那是上册还是下册？第几章开始？
第七章开始。好。那第一章在讲的那个部分讲那个二地的大义，所以现在讲的是二地的名啊，它有十重的这种说法。第一个是讲二地的大义，现在开始就讲二地的那个名，所以一开始呢他就讲的是二地名者，此义即然，解二地名者，俗是胡须意，真是真实意，从来久解，今未知哪的二弟名意是也。解此问者，我家名二弟有两种，一叫二弟，二一二弟，如来成立之言名叫二弟，两种为情名以二弟，此则就情自判叫二弟。这一段哦，我是在印度做的，哦，只是能不能做？其实就像说用钱买的，风尘仆仆的，哦，那每天回到旅馆，其实真的是直接哇，真的很想休息，真的是很累，哦，一来就是年纪的问题，一来是舟车劳顿。问教弟是佛教，教弟名从佛起，一弟是言语，从弟名从言起佛，对不起，一弟名从言起佛，解因教弟是佛教，教弟名为佛起，一弟是言语，一弟名亦从佛起，难因教弟是佛教，教弟从佛起，一弟是言语，一弟哪得从佛起，解因领辟，我因教弟是佛教，教弟名从佛起，一弟是言语，从弟名，一弟名从佛起，一弟以一弟名，此以道教，今名教弟名从佛起，一弟名亦从佛起也。好，先到这个地方。我们讨论一下，他这里有个解音领辟，那个领辟的辟是什么意思？好，我们先从上面讲哦，因为他是在注释二地的这一个名称，那一开始就跟你讲这一个意是很难解二地名，那因为从来就一直在讲到那个地的真实意，所以这里一开始也是讲到俗是胡须意，地真是真实意，它是真真实实的，它是不变的，这是从以前以来就已经这样子的解释，俗是世俗是胡须，是会变换的，那真的话呢，它是真实，它是不变，它是永久的，那从这是从以前就来的这种解释。今未知哪得二地名而异是，都没有办法知道了，那你怎么去解释这些？解此问者，解此这一个问前面所讲的，我家名二弟有两种，这个我家呢，那是吉藏大师他自己所说的三弟之说，三论的传承上的说法，三弟三论中的，所以在他的书里面常有三宗啦，什么舍林啦，舍林大师、心房大师这些种种。那他说我家名二弟有两种，那一个是叫二弟，一个是一二弟，叫二弟跟名一二弟，所以一教这个二弟呢，他的传承上来是三论中特别特别的一个独特的一个观点，所以他要追溯的话呢，那追溯到深狼啊，
那摄林大师这些，那最重要立这两个，立这两个，所以新王也讲到说，他有这两种，甚至有三重二谛的这种说法，哦，到了吉藏大师才有四重二谛，所以从这边有讲的一个是教二谛，一个是依二谛，那这些都是从开始三论宗的那个祖师那边就已经传承下来，传承下来。他简单举一个例子，摄林大师，哦，那他摄林大师他有这种二谛的这种思想，二谛的思想，其实普遍性来讲的话呢，那是为了要破除我们对于空有的这种执着，所以为的是要拔这个空有二见的毒根，那把这一个执着剔除掉，那从这个有无的这个地方呢，能够通达，啊，不去执着，嗯，不去执着，哦，所以能够去就近的，啊，达到一个目的，哦，所以除了教二谛之外呢，他又立了一个依二谛，哦，所以一个他说我家名二谛有六呢，一个是教二谛，一个是依二谛，依二谛，那这两者的，就是一个教二谛，一个依二谛，他设立的立这一个这两者。哦，因为本来只有教二谛，那我又有一个一二谛的部分。那我们知道一二谛这个一谛的思想，就是，从中论而来的啊，一是实地一什么的这些的，哦，所以它有两种立这种二谛呢，它有两种，后面有提到它有两种意义的，一个就是随顺的众生所有这两种二谛。随顺众生而说，以佛呢有没有这个二谛？以佛没有这个二谛，是不二。所以因为要随顺业的教化众生，所以说有教二谛。那对于众生来说的话呢，那接受了这些东西，可是会因为有分别，所以一众生就有两种，这是属于一二谛。哦，那底下。如来成谛之眼名教二谛，两种为情名一二谛，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如上面的教二谛跟一二谛呢，那教二谛的情形是如来成谛，就是如来诚实真实的言论，不妄语不恶语的这种情形，所以这是属于教二谛，所以为随顺众生而说的，哦，为随顺弄众生。那两种为情的话，就是因为众生对于自己内心的这种外在所看的所了知的方面呢，那会根据自己的这种主观看法，然后去了解去讲的，这是属于情的部分。在我们之前在之前的那个讲义42页里面呢，他也有提到那个情的部分。嗯，其实在我们上之前就是在卷上的时候，其实就已经都有讲到这个部分。42页，其实他有提到说若有不空华，42页的部分，就是这一章那个以这一章来讲，42页的部分底下，其实他有提到说若有不空法，哦，可有一空法，不空法尚无，哦，那怎么会有这种空法？此之空有皆为之情，何得有空法？此之空有皆为是情，故须皆会，因为情所见。都是属于虚妄的，是属于虚妄。也就因为这种情形，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得失的时候，它会有失的部分，会有
因为后面还是会有讲的那个有得有失的部分，所以在底下来看呢、哦，就是，梁龙为情是名二一二地，哦，那是因为众生就是众生所领受的这些，哦，所以他为什么他说死是幻化？那他家的话，就是别的家把这个看作把这个看作属于净的部分，那这是依据情跟智来判一教二地。那如果说以情智来判二教，那也可以说是依凡跟圣来判这个二地。问教地是佛教，是佛的教化，教地是佛的教化。那教地这一个名称是从佛而起，一地是沿一教地而来的，一地名从沿起佛，那是不是可以从佛沿起的？教地是佛教，教地是从名，这个名是从佛起而起的。那因为在后面有提到说，佛出世不出世，这一个空有都存在，都存在。佛出世之后呢，才有地把这个安下去，哦，再把它安上去，才有这个空有二地的名称。哦，那以前是空有俱然存在，所以佛说过，他是一个觉悟者，觉悟什么？这一座的一切道理，把这些道理呢传给我们，因为我们没有，我们没悟，我们不了解，所以他传留下来这些东西呢，这些宇宙的这些道理本来就已经是存在的，这个世界已经是存在，不是他自己的发明，而是他的化现。好，那一地这个名是从，可不可以从缘起而来？所以解因教地是佛的教法，那教地的这个名称是从佛开始而有的，那一地是源于佛的，一地名也从佛而来的。那这边就问难说，教地是佛的教法，那教地从我起，一地是源于，那一地哪得从佛起？怎么会从佛起？因为他上面讲一地也是从佛而来的，那一地，所以后面问的只是说，一地是言语，那怎么可以从佛这个地方说来得来的？因为一个是为了随顺众生，那所讲出来的这种以数字于言论的是属于教二地，那领受的这些呢，那是属于一二地的部分，领受的这些，所以一地还是从佛而来的，源于佛，源起于佛的教说，而领受的不同部分。解因领辟，那这个领辟，我只能讲说，因为个人的那种思考上的话有所不同，因为领呢是一个重要的部分，事物的一个纲要，那辟呢是就是辟意是一种偏的，辟字这个解释是已经偏离的。那他的回答是不是说，你所说的话呢，因为他问一地哪得从佛缘起，虽然 他把他讲了说，那么你领受的是不对的，是偏的，是不是有这个意思？那我赢这也代表的是吉藏大师教地是佛的教化，那教地是从佛而来的，一地是也是源于佛的教化，一地名从佛起，一地以一地名，此以大教，今名教地名从佛起，一地名亦从佛起也。所以既然教地这一个名字呢，这一个就是这有
是空有二谛的这个方法，这个教理呢，是名它的名称是从佛而来的，因为有本来是有，所以佛陀呢把它安了一个谛上去，是从佛而来的。那因为是从佛的教化教说而来的，那我们接受所领受上的是属于一谛，所以也是因为接受的部分也是佛而来的。所以这个里如果再继续讲下去，教谛跟一谛，一个能一个所，一个能一个所，一个是能，一个是被所教化，一个是能教化的部分。后面还是后面会有问教谛从何起，一谛亦从何起，教谛即是教，那一谛是教，反即隐隐，所以他就问这些。那既然都是两个都应该都是教，后面他的解释，他的回答是两种二谛皆是佛的教化，只是用的方式不同，用的方式不同。那问教谛可是教，一谛若为亦是教，既有一教之书，因何并是教？那既然都说它是教的话，那怎么会有不同，有一谛跟教谛的这种分别？那既然有这两种，那你怎么可以说它是属于教？这一个问。那解因的解，他在解释前面这一句，二一谛名，意思为众生故，所谓众生所有，以凡是事谛，以为众生说空，一圣人是真谛，为众生说空有，是二一谛故，二一谛亦是教。因为为了要适应众生，所以接着我们来讲到说，一谛跟教义的时候呢，那为了要度应众生，所以佛在讲这个世俗谛的时候，就讲到已是有的这个部分。所以说那二一谛名，一是为众生说，为众生说有，对于凡夫众生来讲，这是世间的世俗谛，世俗的真理。为众生说空，一圣人是真谛，一圣人说真谛，所以一众生不解。可是一圣讲说空的部分的呢，那一圣人无解，没办法解。一圣人是属于领悟的，是真谛的真谛，那可是凡夫的话呢，没有办法悟入。所以为了要让大家都了解，所以讲本来都应该是讲空的部分，可是为了要让大家都能够了解，所以有这样子为众生说什么，为圣人说什么样，为凡夫说什么样，所以说为众生说空有是二一谛，二一谛也是教，也是教的部分，所以它也是教谛，二一谛也是教，佛的教化，也是佛的这个教化。那底下问二一谛名是佛说，名从缘起，空有二谛从何起？空有二谛从何而起？解因，指空有二谛，故诸佛出世故有，佛未出世则无，说长为短视，佛未出世时虽言空有，不知空有是二谛。就刚刚我所说的空有呢，本来是有，只是他没有讲他是两种真理，两种真理不变的两种。那这边后面所提的说长为短视，佛未出世之时，他举例后面所举例的，佛未出世之时亦有苦集灭道。那佛未既然有苦集灭道，有没有十二因缘？也有啊。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今年里不会，就书里面不会提到说声闻缘觉，声闻了知苦集灭道，是谛化或悟道。
那声闻里面呢，有独觉跟缘觉。那一就是观花落花，花开花落的这种情形，那了知缘起我而悟道的，还有不生在佛世，他也可以从这个缘起法而悟道的，这、就是比较入根的缘起那个生，缘觉。不叫立根的缘觉，不生活是他也可以观花花开花落的这些而成就的。所以佛没有出世的这些道，这些理都是存在，而不是区别在一个地质，一个地质。好的，知道归知道，而没有真实的，我只能用现在的这个语句，看了就过了。没有真实的放在内心里面去思考，所以不知道这些道理的存在，而且就是等于是把它忽视掉，忽视掉，那接着说这是本来如是如是的，根本就不需要是注重。直到佛出世之后，然后开始讲苦集灭道四谛，所以后面提到金银甘露门初开。空有一而有火出世，明空有为二地，故云空有火出世，使名二地，使名二地。所以，火呢，释迦呢常说的，就是释迦所说的以及这些世间的那个法呢，本来就是存在，不是他的发明，而是本来存在，只是他把它发现，发明发现是不一样的。所以。开始说是苦集灭道的四谛，那苦集灭道大家都知道，如果是一即天来的 这种 说法，藏教的说法，藏教说法，可是在藏就是藏教的苦集 灭道里面，那天来的说法再把这一个就分为藏通别人的这种四种四谛法，一个生灭四谛，有作四谛，有为四谛，无为四谛的这种说法，不生灭是谛。那这些后人再把它根据自己的那个看经典，然后再把它一直解析啊，到今天我们虽然是理解，虽然有所知道，可是反而是我们都是依据后人的东西，我们有依据原来的东西，那我们反而有很多的这种模糊的部分，反而不解。所以苦集灭道的四谛，那天台里面又有提到说，苦集灭道的四谛是佛当初为无比丘而说，为无比丘而说的一个部分。那为无比丘而说，那无比丘，我们在经典所知的这个无比丘呢，还讲到苦集灭道，让这个五个比丘同时悟入的话，还分三次。所以称为三转四谛法门，十二形象法门，就是第一次呢，就是四劝转，就是讲苦集灭道。那第二次就是劝导，那第三次呢，就是用佛自己本身所证悟的那来体现，让他们就，所以第一次一个，第二次两个，第三次又两个。那五比丘就是随佛出家，就随佛出家，那真正的就开始有佛教的三宝，开始有佛教的那个三宝，就是从这个地方而来的。那其实有时候都像去走这一趟路的话，会发现说，哇，佛陀真的是，我那个以前那个他们到底是怎么走的那个路，因为有些一趟路就，车程要四个多钟头，那现在路比较好了，车程四个多钟头，当时走路是要走多久的时间，而且又赤足。不穿鞋的，我们今天穿鞋就觉得走路走得好动好累。那当时他们到底是怎么样走过这样子崎岖的这一条路？没有宗教，没有为法、为众生的那个心的那个热忱的话，其实这是做不到的。
好，我们先到这个地方哦，那先休息一下。对呀、啊、对呀、啊、对、啊、没错啊，但他的假走路他哪里也是问题，他不是问题啊，没错啊， 是这样子、哦、你要不要先把它关掉，要不要李相上，你要知道李相上跟事相上、嗯、对不对，我们讲他走路不是问题，佛陀既能证悟，佛陀为什么会病，佛陀为什么会头痛，为什么佛陀为什么要入命，啊，那这个也是视线的一部分啊。干嘛？喂，你在干嘛，西师兄？当时候的那个佛弟子，是不是有常随众什么众什么众，对不对？那这些常随，如果我们用这个方法来讲啊，这些常随众也是视线啊，他们视线是没有证悟的，那佛的证悟有四禅八定，这些根本就是障碍不了他。可是这些弟子要随在他身边，会不会障碍？那佛陀所视线，那是说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觉者，我是一个人。那居人是人的话，既然是人的话，他是不是要行人所行的这些事项？我举一个例子，这是我听来的啦。那个，以前广天老和尚啊，那广天老和尚是不是中年都不讲话？尤其是七月的时候，是静一个月。那有一年，有个老菩萨就从他家匆匆的赶到那个成年禅师，就去一见到那个老和尚就跪下来，就一直拜了。就问他，就他的孙子啊，从他们家那个四楼的阳台摔下去。那摔下去就刚好就，就摔到那个屋檐那个地方，都没有受伤。那阿嬷从四楼奔下来了，小孩子已经在地上可以走可以玩了。那阿嬷笑啊，就问说：“你怎么掉下来？你怎么掉下来？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一直玩？”那孩子就讲说：“阿公跟我抱起来的。”就是那个阿嬷就觉得说：“阿公是什么？”那孩子上楼抱上楼带上楼之后，孩子就举着那个老广天老上的像，这阿公就指那个阿公抱我。所以老和尚的禅令就是老和尚的神通，老的禅令就是这样被一直宣传出来的。那你说他有没有分身？有，对，就是他整个是说，可是这个一定要在禅定。他在禅定中才有办法做到，如果是属于说他没有在禅定的当中，那这个禅定是不是真的是需要直接住在那个地方修行才是禅定？平常日常坐卧的那个行住坐卧当中都是禅，都能够一心。所以这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有根据的圆音老和尚，圆音老和尚是能言的那个就是能言王嘛，他是所有能言经讲的最好的，那他那个能言咒，其实我们能言那个能言的那个解释，其实我们都是看不懂的。那他有一次，就是人家去采要去找他去拜访他，那他在房间，这是我常讲的一个故事啊。他在房间，他弟子就叫他，他说好，我马上出去。他就回答说，我马上出去，就出去了。就他回来的时候，回进不了房间。对，禅定力过了。对，那为什么没办法回房间？因为房间从里面扣住了。那他怎么出去的？这不是那个查拉去给你收掉的。我要出门的时候，因为我住的地方
他是三合，我现在住的是三合院的。那你们知道三合院就是中间一个，旁边一个，这边一个，对不对？那我住旁边，中那个大就是那个大厅不能住嘛。啊，我住旁边，那可是这一间跟这一间中间是不是有通道？有通道 啊，有一个门啊。那我出门的时候那么多那么久时间，我怎么办？那个门关起来锁住。那如果有神通的话，我需要去，我锁住之后我回来，是不是可以用神通进去？可是我还是要去把那个插那个栓弄起来才能够进去啊。我们因为没有觉知，所以我们没有这些力量。如果我们今天真的有觉知，在禅的这个境界当中，其实可以变现很多，包括你在想什么，我们都可以知道。因为我们对空的那个解析呢，我们还是属于一知半解，所以有时候会怀疑。有时候会怀疑啊，其实不用去怀疑啦。怀疑的话，反而有时候会一不小心会落入到那个断见空、偏见空里面去。为什么是啊？众生不可能堕入到所谓断、所谓偏空、所谓的顽空。其实众生不可能堕入到，因为众生啊，根本不，他第一个不是，他不是空，他根本是在说他不是。他会在，他不只有，他会只有。众生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有，什么叫空，不是先不要讲空了、啊、有都不知道，有都不知道，众生根本连有都不知道，所以他根本谈不到空，所以众生印老有一句话，他说凡夫是要从有当中去证悟的。那这个有呢，就是我们必须要事实世俗智。那这个世俗智不是世智变通，不是我们那个社会凡夫的那个世俗智，世俗智是需要经过修行而来的。所以即使你不知空不解空，你还是可以得到，你还可以是解脱。所以众生啊，对这个名啊，我们讲教地啊跟余地，这个名其实众生不了解，所以不了解。众生知道这个名啊，这个有的这个名啊，这些名都是叫假，不是实名。我们因为我们对有众生对有，所以我们讲说这个桌子，我们认为这个名叫桌子。其实，在众生来讲，因为众生不知道这个名跟这个物啊，它的因缘，所以这个名也是假，也是假名啊。假使我亲戚朋友同学确认癌症第三期或是末期。不是我自己也确认癌症第三期、第四期，我们如何去讲这些开导他，或是开导自己？你开导自己是只有你自己你才有办法，你自己要去用佛法解析你自己。我们怎么去？那个对方，我只能讲说，你要看对方的根性。他也是有邪火。他也是邪火，可是邪火有很多种哎。你要跟他说法，说空啊？不是，叫他，我们这些学佛有一个是舍世间的物，第二个舍法，舍法是要舍掉这个物。既然他是在佛教，你必须要舍我。技巧性上的，如果是我，如果是我，没有没有，如果是我的话呢，我会跟他讲说，如果你觉得这个很病痛，我就直接讲的。我直接跟他讲，有两种话，你直接赶快就是自己求佛菩萨，好，那这方法不用我们说了啦，对不对？你如果说觉得世间苦，那你就赶快求灭度，求往生。如果觉得说这个世间还值得你留恋的话，那你就求生，你就求生。其实这都对，就看他对他如果看他对这个世间的那个认知，佛教的真实意了解多少？你只有你对般若了解，如果他说其实不是只有在家种呢、啊。我认识一个师父，对不对？他的癌症到现在已经将近有十年了、哦、那他的癌症在四年半的时候就，因为他有开刀，哦，
有化疗开刀，他就生命力之强哦，我说我甘拜下风，我说如果是这样我会求往生。你知道现在他身上挂两个袋子，没办法了，因为他什么都不能吃啊，他所有的那个液体他只能吃液体性的流质性的，灌食的就跟鸡鸭用灌，他可以喝，他可以喝，可是他的那个肠子就是因为那个癌症做化疗的时候薄了，那在四年半呢，一般我们说五年就过了，然后后面一直追踪，他在四年半又发现说他转移到大肠，所以他大肠就开刀。他活得很有动力是什么来？不是很有动力，他这个业力啊，他没有办法离开了。业力有时是我们人所造的，你看他在那个家务，他家务病房里面，那个开刀的这个当中呢，他已经是休克。所以就是他那个心念是往生，他还有验胃疗，所以那个求生力量之强。所以念佛一般，我们念佛其实都想延寿，没有。你想念佛说想要短命嘛？你要延寿的意义在哪里啊？你会延寿在那边舍不得嘛？人就是舍不得，人会舍不得啦。舍不得这个有嘛？就只有佛法的。你真正破有了，你就证空。可是我不会，我觉得我不会舍不得，我会觉得说，我在病痛的时候，我是不是能够正念？所以佛说，告诉众人不要执空，是对二圣人讲，你不要执空。对，反复告诉我们应该是说不要只有，不要只有哦，这个没有，这个才这刚刚讲这个才是正确的，房屋不只有，我们要不只有对圣，你不只有就正空了，你如果做人正空，那如果正空就不要只空，你要物不空，你一定要借助的有，你一定要有你才能达到不空。那这个有你就是必须要有社会的那个世间的事实做，你才能够去做。所以要知道假如世间的假如，你才能破有啊。所以你要破空的话，你要知道般若波罗蜜多，色空不二。那你明白般若波罗蜜多色空不二，它就不只空不只有。所以我们今天讲说布施要舍有。布施的目的根本是要舍掉的是说我执啊，布施就是舍这一个啊，不是舍金银财宝啦。你我执舍了这个财宝，这个就是能够舍的啦，我舍不了哦。你说我连我都舍掉了这个桌子，我舍不舍？我都舍了这个桌子呢，就不存在了。是我们在讲到那个二空有没有？就我空法空，其实我空的话，法就空了。所以能最重要还是从我这一个身躯体着手啊。我不空的话，什么都不行。你讲说第菩萨喜根二圣，菩萨喜是什么？善巧方便利益一切众生。他善巧方便利益众生有善缘，然后有一天呢，因缘到了跟他说法。根本的目的是在这里，不是我帮你100块、1000块，给你舍100，我把我家财产拿给你，照样不能离苦啊，对不对？那是贫穷，无量你舍，那就是贫穷苦，你只能舍一个两个而已呀、啊。可是你有没有想到说，当你把这个那个物质东西舍给对方的时候，是不是加深他的贪欲心？我这第一个不是众生本来就是。我菩萨，我之所以我也是从这个修正过来的，然后我知道啊、哦、要舍有，那他不知道无明嘛，那我跟他我行菩萨道要跟众生要有缘呐、啊，那怎么缘？要因缘呐、啊，那他就我们在眼光看眼去看，好像我舍给他，然后我是一个好心，他就会说感谢，谢谢你，对方一定说感谢哦，你是菩萨。你舍光的话，你别人舍你一样吗？不是啊，舍光我舍给他，目的是什么嘛？结善缘嘛。结善缘一样啊。将来有一天要度他嘛。我把我的讲清楚了。如果用你来想的话，那六度波罗蜜那个制度，那个大智度讲到六度波罗蜜，其实那个大篇幅。
几乎将近一半的部分都是讲过失波罗蜜。对啊，对啊。那其实讲过失波罗蜜做什么？六度过失为了成就佛道。为了成就。讲过失是什么？庄严佛陀吗？对啊，本来过失。摩诃经和严净佛陀。过失的根本目的是，根本目的是成就佛道嘛，就是要求解脱嘛。对啊，如果你成就佛道，你没有那个佛因缘啊，你没有那个佛土里面那些人，你是成就众生来，你这成就同样的众生来你佛土嘛，来你这里啊。所以为什么你看为什么那个大人那些有那么多信徒信他？不是，过去是广结善缘。别忘了，魔王也有广大信徒。对啊，就这一样啊，佛法平等嘛。他有一个善缘嘛，对不对？那魔有一天可以成佛啊，不管他是佛菩萨，他有一天也会成，那这个都是他的眷属。魔有一天成佛就没有魔了，就剩下佛啊。这是他的眷属，所以但是你要知道，有一天呢、啊，魔不是没有，有一天有一些人那妄想来，他一着魔了嘛，他就变魔了嘛。今天这个妄想如果什么消除了，他就成佛了。对不对？所以他的这个妄想，他这个心想不执空不执有，就成就波罗波罗蜜多了。他不执有就解脱了。那我们现在他是不执空就什么成就波罗蜜菩萨。现在大概也处于魔的阶段吗？先叫做，所以不是魔。我们还有妄想啊。执妄想是执有。我们现在不过我们还没有资格成魔呢哦。有一切的魔啊，魔佛都是同啊。只有破有开始，你要成佛要破有，你魔之所以成佛轮回生死都是只有，魔有修有证他只，所以都是从破有破对对破有啊，你要破有了，先给他看的，一切的修正都要从破有，那一切的问题都从只有而来，魔就是鼓励有，鼓励你有，所以为什么要讲经书？讲经书啊，所以你说魔。到佛界的时候，我们不是有讲到说，魔如佛如，佛魔亦如啊。所以真正的魔在哪里？要在凡夫的地方嘛。对啊，就这么执着。因为你执着，你就会，你一有执的话，你就是有，就是障碍了。其实我们不要把那个魔看作什么什么什么，有那个什么妖魔鬼怪的那个。现在魔字的话呢，解析是障碍。所以我们对执着只有，还有一个就是说执这个身，执自性啊，执身执心啊。一般来讲是执这个身啊。执身啊，这个自性。对。这执自性有。就是你这个身见啊。就身见。所以身见有断见、边界。对，如果真的用这种道理方面去讨论，就像我们上课，我上课只有我自己在讲，有时候我觉得很无趣啊。可是如果用这种讨论方式的话，那你很多问题可以提出来，就一直讨论。其实为什么那个西藏他们不是有那个辩经有没有？辩经，你知道我现在这边讲一下，那个没关系啦。我去西藏看到一个信，不是去西藏，去印度看到，因为我们有去藏庙，刚好那个地方有一件那个落尘，哦，那是什么法王我不知道，就那个看到。我们这一团三十几个人，那看到那个仁波切出来，整个一团整个就涌过去了。我那时候就整个的哈，搞什么，在做什么？那每个人就是好像去给那个仁波切摸一下，就怎样？可是我们去见到另外一个那个法王的时候，那他就没有这一种方式。哎，我看到那个情形，大家往前走，往后退，结果我一抬头，哎，旁边还有一个跟我一样，这一次。往后退的，就也是一样出家众。我也看到了，为什么藏教这么的兴盛？那可是我们去见到另外一个，因为大家要见，那我们团里去，我就去了。可是他并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说，哎，把你的头顶怎么怎样一下，他只是，加持，他只给我们一个什么什么那个什么小小一个一个那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不是很耳塞？你要吗？我有的。我跟你讲，我很脏啊。急死了。对，他就叫我们，他刚录完了。
什么大宝王那个，他就叫我们吃下去啊。真的，我那个鼻屎粘起来了。其实这个很好玩，对不对？那个我从以前的那个坛中，我的佛教也有这个啊。那个济公对不对？治病啊，从身上搓一搓，这不是也可以玩？就叫他治病就好了。没错，五甘露是这样子的，没错啊。哈？什么叫五甘露？那个藏传的有一种就是五甘露啊。甘露药，你信就有，你不信就没有。所以一样嘛。那个台湾不是那个之前那个九华山的那个什么？无敏比丘尼有没有？因为那个大杯什么水？活水的没有，他没有讲大杯水，他讲活水呀、啊。对，为什么每个人带回家之后都说喝得很有效，很有效？信的打，信的就打了。信你有这个信，对不对？那信要加解，信如果不加解，信如果没有解的话，你就成为无敏。信没有解，所以这有信心跟法心。那解呢？解如果没有信的话，就变成解是要行。解心。对，就是解是要行的。那个吉藏大师在空有二谛的这些里面呢，其实他都有讲到这些问题。佛出世强名为相，为什么？对，所以老师啊。在三千多人佛出世，你不能说他无名，他因缘有，他是有名有相的，他是因缘有，你不能说他无名无相，只能说佛教里面讲到理跟事的部分。因缘无了嘛，当然是无名无相，所以这也无名无相也只是要我们去执啊。对啊，所以现在来讲，这因缘无了，你说无名无相，这个无名无相也有问题啊。因缘有。你说无名无相就有问题的，所以今天我们讲，我们上这两个因缘有，所以有中观这两个因缘有这个名，中观有教义有余地，啊、嗯，那我们为什么上这两个无名啊？所以我们虽然因缘有这个有这个名，我们对这个名余地教义根本就不了解。那我们要解行并重，对啊，所以现在要以解为先哦。对啊，那然后一个小时有解才有行啊。你那个如果无解，那个行是什么？颠倒妄想执着那个。啊，你这什么？我是说你要解行并重，你就一个小时。有解，那个行才是正行。啊，那个正行你就一个小时。阿弥陀佛念啊。正行必然要有解。这样子。你说你正行要有解才是。你要有解才行啊。我去印度哦，有人在问我，就是我们的导游，因为他说他是走空的这一点，他提出一个问题，他说为什么讲般若经之后，为什么讲般若，因为般若是空的，对不对？他是名有。对啦对啦对啦，老师我跟你讲，我的意思是说他名有不可得。那么为什么在《般若经》之后又讲个阿弥陀经？那一个是空，那一个是有。解行并重嘛，我刚刚不是讲一个小时中观，一个小时阿弥陀吗？老师，我不认为阿弥陀是有，因为讲阿弥陀佛是要你什么？你是从离开此岸到彼岸，所以你离开第一个，你要不讲阿弥陀，叫你舍有啊。你不舍有此岸，你怎么到彼岸？你不舍我，你怎么往生？对不对？所以讲阿弥陀第一个叫你叫舍有啦。我们但是我们可是我们其实每条大路通罗马啦。那讲到空，讲到有，那真正的到最后面的话，你如果什么都不舍掉，你还是没办法入道。对啊，所以你还是没办法。所以佛说先说布施般若蜜啊，才能到彼岸。你舍不得，你那不能叫做智慧波罗蜜，你要舍得才叫智慧波罗蜜啊。好，智慧必然要舍。那回到我，长47，说完这个新的。47的那个第六行，第七更长事，一个是短是长事。那佛出世，佛未出世，空有，并有佛得智。
其实不是只有佛得知而已，你说那个当时的那个佛事的那个六世外道有没有得知？应该还是有，只是没有去应用。那只是说，因为我们讲到六世外道，刚刚你们我们也讲到说魔还是有很多的那个徒众，还是有很大的福报。那只是说带领的所讲的不是这一方面而已，不以二谛而说。那佛呢是成立之意，所以依二谛而来讲度化众生。那这边要更尝试的就是解释方面，佛出世未出世，空有病由佛得知，所以成论云：杰出物位有名圣人为受用故，为物立名，如平一等空有异耳。回未出世时，圣人为空有，圣人为空有立名。若尔佛出世，佛未出世，空有名，并有佛有。所以说这里就是再把它拉远来谈的话，那为了要这些东西，所以我们说，本来是无名的，不是烦恼的无名，真的没有，本来是没有这些名称的。那为了要受用，为了要受用，为了要了解，所以就把它强安一个名进去。那这是后人所安进去的。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说，六道凡夫，那六道众生，六道凡夫，那我们今天讲说我们是人。如果当初立名的时候呢，那把人立到那个畜生的身上，那畜生用到人的身上，那我们今天是不是颠倒在用？讲畜生就是属于人的部分，那讲到人的话就是属于畜生。可是我们今天讲到说畜生，我们的观念上，我们从以前教育下来的，我们说的认知，我们的观点，我们的所知所见的，都是属于你。只要谈到说畜生，你的脑筋里面就想到是什么样子的，背脊相片的这些，这是我们所接受外来的一些常识知识所了解的。其实这些呢，如果看看说，有时候那个电视上会报道，有一些小孩子不是。今天这个社会还是也有了，就是从小就遗失到森林里面，那由那个动物把它养大，那它的一些行为都是跟那些，就是它身旁的那个动作都是一样的，甚至这些孩子被这些动物所养大的这些孩子，他还是可以跟养大他的这些动物，他可以交谈。从小就是在这种环境当中，所以他们没有语言吗？还是有语言？可是这些语言是不是对？如果说我们以佛法来讲的，今天我们讲的说，为了要能够受用，所以唯物立名。那他们在他们这样的一个群体里面，是不是也是要有所受用？所以也为他们周遭的这个生活的这些东西来立名。所以他们的立名跟我们的立名不一样。这是讲的那个语词不一样，相同的西方社会跟我们东方社会为物而安民也是不一样的，也是不一样。可是这些东西呢，都是没有自信的。那唯物立民，知平易等空有异而为了这些而安民的。所以，佛出世未出世，空有名，并有佛有。试问一谛名如此，一谛从何而起？那一谛也是从佛而来的，那一谛名称是这样子来的，那么一谛是怎么来的？所以他这边讲的一谛有两种，一个是两情二一谛，一个是情智二一谛。两情二一谛的话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些众生呢，执着在什么？执着这些，执着在这些，所以就是像刚刚释迦牟尼讲的，若有不空法，有以空法，不空法尚无，可怎么会有这？
可得有空王，十字空有，十字空有的这块皆是为都是属于情的部分，因为是其中，所以这种就是有两情的，两情的这种二一定。那换句话来讲的话呢，凡夫只有那，贤人呢，就声闻缘觉这些持空方面的，所以有这两种二一定。那另外一个的，情智二一定，情智的二一定，情智二一定，两情二一定可解。何者两情二一定？从佛教起，明佛为众生说二谛，叫众生不了做空有两解，成两一谛。此一从教起也。所以这个此一的这个一字呢，那就是这一谛呢，是从教谛而有的，就是从这个地方了解，为我们所说的这个二谛教，佛所说的这个空有的二谛教。那我们不了解讲空，那就是属于做空执，讲有做有执，成两一谛。然后底下情智二一谛，所以他在解释因得。对不起，那个中间那个句号把它打掉啊。情智二一谛，何因得有也？解因一疑，但一。一疑有二，一个疑呢，因为他讲到二疑谛，那一个是一，一个是有二种。一旦一的话，凡物颠倒，为平一等诸法为有。此平一等物有佛无佛，常以凡物是有，如涅盘经仪十二因缘，有佛无佛，性相常住，但小圣。是有恶人毗婆奢婆提因，是无为常住法，萨婆多因，恒有为常，如火有佛无佛常热，不可言佛有佛热无佛不热，有佛无佛恒热为常。十二因缘亦耳，今明四谛亦如此，诸法疑凡常有，常有四谛也。这是第一个一旦一，一旦一一。那这个他这里就开始讲到说凡夫颠倒，那对于外在的一些事物呢，我们都把它认为是真真实实存在，它是有的，也是啊，凡夫对于外在的东西人所看的确实都是属于有，那也因为有，所以我们会有所寄托。那可是这些东西呢，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讲，它跟有佛没有佛是无关的，所以他会提到说有佛常疑凡夫是有。那涅盘经，举涅盘经十二因缘有佛无佛性像常住，十二因缘，十二因缘从无明一直到老死的部分一样，有佛存在没有佛存在，这一个都是有的，都是有的。底下提出小圣是有恶人，那这边呢提到毗婆奢婆提，还有一个是萨婆多谈引哦。那我就是我查不到这个人名，可是后来我去查之后呢，这毗婆奢婆他是当时的这种分别说部，就分别说部的部分分别说。那萨婆多的话，他是属于有的，就是萨位人士谈有的这个部分。所以毗婆奢婆提引是无为常住法，常住法。所以一分别论师他所讲的是前面所讲的，他在解释有的这个有提出两个情形。他说无为常住法，有这个是有是有，所以因为有所以会去分别。可是
这个是无为的常住法，一直恒常这样子，所以等于是一个有的部分，有见的。那萨婆多坛呢，我讲到萨位恒常，恒有为常，因为主张是有的，什么都有，如佛有佛，无佛常日，哦，就是这个佛，不可言佛有佛，有佛的时候会热，没有佛的时候不热。所以这一个其实谈到这个佛的部分，在经里面都有破斥它的，哦，如果说有佛有热，那么这个佛在你的手里的时候，你根本就不能拿，因为它会热，你怎么去拿？所以它其实它是带破的部分，哦，有佛无佛，恒热为常，十二因缘一耳，经名是地亦如此，诸法宜还常有，所以常有是地。哦，这是讲到这一个一个是以一，哦，就是以有来谈的。那第二个是以二地，哦，因为它上面讲到亲自二一地何因得有，一个一但一二以有，就另外一个是以有二以二义的，哦，那以二义的话呢，诸贤圣真知诸法空为第一义，言二义者就本机两义，哦，就本机两义以示之，哦，本机两义以示之。那我们如果单看这个本机两义，其实最早谈到这个本机，我们都会想到说华华经里面那个本门跟机门，华华经。可是如果是我们如果再往前追溯，哦，那是提出本机的这个思想呢，其实最早再去追溯的话，是那个罗什法师的弟子深造跟深瑞，那时候就提出这一个本机两个说法，哦，只是当时并没有继续的就把这一个学说倡导出来，而是直到的那个智疑大师，天台的智者大师之后呢，那广泛的去把它使用引用，哦，甚至在华华经里面他就把它分为机门本门的部分，机门本门的部分。那本门以华华经来讲，哦，补充就是现在是以补充华华经来讲的，它分机门本门。那机门呢，机门的话呢是前十四品，那本门的话呢是后十四品，后十四品，哦，那机门是属于垂机的，就是现在成就佛道的这种视线方面的。所以从什么时候开始，从那个菩提迦叶那个地方成道之后开始教化行化众生，那垂就是他的这一段事迹的。所以从基本来讲的话，是以方便品开始为主，哦，那开三圣的全巧方便，显一圣的真实义，这是属于基本的，是属于化现的部分。所以会有开权显实，哦，因为基本里面实现的，就是他成就佛道之后度化众生，那这些度化众生的话是以三圣法度化，可是三圣法的话没有办法真正到佛地，所以开这个全那个三圣的这种那个方便法，然后去进入到一乘的这种实，真的是切切实实的这一乘。也是信念很重要，哦，去印度之前呢就一直讲，就人我记得第一次去就没有这种被人家一直讲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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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些问题，所以去了平民没有什么什么，就是去了啊，没到一个圣地就看，然后到饭店就吃，然后就睡，就去了平安回来，去了平平安安回来平安安。那这一次去呢就好像
好像印度比以前更落后，什么也都没得吃。所以我们团队里面有人呢、啊，带了半箱的那个皮箱里面带了大概半箱左右的那个食品过去，那泡面带了十几包，那个大包的那个一包好像五包还六包那个泡面带了十几包过去，说哎，你把那个。因为以前他30年前就去过，我就问他一句说：“啊你是不是把那个印度当作是那个30年前的印度没得吃没得穿没得东西用？那些东西后来都是送给当地人去了。信念很重要。在那地方就训练自己的，也在训练自己的那个信念。”转心念那如果说用这种方式来讲，有时候会讲不能把这个牵拖嘛，我们真的讲说哎，年纪大了那、太劳累了，所以才会感冒，而且这样是自己不注意、哦、因为一开始都有注意，快要回来的时候呢那、就没有注意，一疏忽这样。就我是从印度感冒回来的，我是从那边感冒回来的，不过蛮幸运的啦，不会说像人家讲说去到那边哎拉肚子啦什么，是其实是没有的，那你只要自己注意一下就好了啦。哦，那确实环境不是如我们所想的，因为那个街道上卖的东西灰尘那么多啊，他们东西又没有盖，不是像说我们有些东西都盖住，那苍蝇，然后苍蝇痒痒飞，啊，你敢吃吗？不过有一些东西真的是要去尝试，哦，像他们的那个吃的东西，我就会去尝试，素食的东西啦，荤的食的东西，我是不会去尝试。那在那边真的没有，很少看到他们有那个什么，像台湾到处看到那个超级市场里面有那个什么肉啊，什么肉啦、啊，什么鱼，几乎都没有。青菜是有的，可是他们吃的真的是很少。哦，他们吃的是很少。哦，所以那个饭店为我们准备的东西呢，那这一群台湾人一去啊，叫一轮就全部扫光了。我们吃的，你看看我们吃的东西。你看他们有他们的那个风俗习性各方面的，那我们就是在这种富裕的环境当中，啊，你到那个地方去，啊，依我们这样富裕的环境去吃那么东西，去吃那些东西，所以有时候会看到说，哎，这一群人扫完之后，说我在过去看的时候，他什么都没有了，然后大家就喊说，哎，面没有了，什么没有了，什么的，那些 waiter 他们就会赶快一大堆的东西就赶快就拿出来。有没有想到一个什么问题？我还是想到人性的贪，我还是想到人性贪，因为每个人都想，我像我们在台湾不是，哎，多少人吃到饱？那有人假如说，哎，我399吃到饱，那我早上不吃，那我下午就去吃到饱，那吃到饱之后晚上呢，顺便把它吃了。那边看不到这种情形，哦，那边真的看不到这些的，所以我也想到说信念的一个问题，哦，因为自己的信念就想到说，因为要去之前就有很多的这些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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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自己还会是会提前准备一下，啊，结果就真的成了这样子的一个情形。那这几年前去，只能说因为那时候自己的那个，抵抗力比较强。那之前去我也没准备药去啊，这边一大堆的药，用得着用不着，每个人都准备一大堆。好，回到我们的课本上啊，哦，其实所成的这一个是开权显实。那基门的部分，这是基门的部分，本门的部分是开尽显眼，哦，那只要是在显久远成佛的这一个，本地的这个佛，所以所讲的是如来在久远往昔那已经是成就佛道，那这一个本门的部分是以如来受量品开始为主所谈的，
哦、所讲的、哦、那再讲到去以企业成所那个释迦成就佛道的这个近，就是最近的这个所显示所随机的，然后显出久远成火的，所以开机显本，就是以机门然后显出一件。所以我们看《华经》的时候呢，其实那里面有很多的譬喻，那有里面有很多的故事，里面有很多的譬喻，那里面一句话大白牛是譬喻什么，好、哦、那这个是譬喻什么，里面有很多我们必须要去了解。可是刚刚也已经了解这么多的这个教化，那对我们的修行的这个解脱到底有什么样的帮助，有什么样的帮助、哦、又这个是属于慧的帮助，慧的这个部分呢、啊，我们要去思考。你听了之后，了解之后，你要去思考，才会成为我们自己的东西。那可是这些东西，当我们临命终的时候，这些东西用得上功还是用不上功？这是一个问题，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知解越多，反而越障我们的修行。你看净土我们的圣贤老人家，为什么老人家容易成就？因为他只有一面的放下一切，就开始一直念我，一直念我，念到后来自己一心不乱，他就成就了，他就成就。可是会那个有识之士就会把这些像净土成就说这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佛教哦，就老人家的这种心门，其实有时候不能是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哦，你要有信，信之后呢，你要有解，解之后你要有行，行之后你自然证，我们所讲的信解行证，第一个你就是必须从信而进入的，好，这是在《华华经》里面所讲的本门跟机门的，所以这边讲到说。一而已是贤，即是诸贤圣真知诸我空为第一义谛，这是了解的，哦，不管是贤人，不管是圣者，他都是了解到，一切法是空的，所以我们说他是真义，他是第一义谛，他是圣义谛。可是这里所讲的这个二义呢，是从本跟机来解释这两个地方来解释，那一个是。这里所讲的本机的义呢，这诸火出世故有，诸火出世知相颠倒诸法性空也。那一个是知基本义，诸火法身本知颠倒性空，故《华华经》云：“我与佛眼观见六道众生，此即在法身地。”此即在法身地，本知颠倒性空也。所以因为在法身地，他本来能够就知道这是属于颠倒的，这是颠倒。略行二谛名根本大义，如此二谛的这个名词、哦、可是底下后来又提到的难义必须得其根本，是其大义，若不得义那么义不中用，如中论序大乘人不是佛说空有义，所以成师全系小圣因向法顿根，求十二因缘因入戒等决定相，不知佛意但着文字，但着文字。所以向法呢，我们说正法时代末那向法时代顿法时代，所以刚刚提到说向法的决议经里面所讲的只知供养三宝，不知道续品施品的这些，那甚至因为里面不是只有讲这些而已哦，讲到求十二因缘因入戒这些的话呢，去执着，那不知道说这些本来是属于这种自性空的这一部分哦，那可是因为执着在文字向上，执着文字在向，以为是有的这些部分，哦，那所以
不知活意，这是在中论序里面所提到，中论里面的序，大小圣不是佛说空有意，所以成失。那我们提到说这个失的部分，在以吉藏大师里面的这个二谛义里面呢，那他有提到有得有失，就是有得也有失，亦得亦失的部分。次序大善因，闻说毕竟空，不知何因缘故空，为此义故，龙树出世造论，生佛教义，具有明者，今反而学之。今反而学之。所以在次序大善因哦，那因为讲到的讲毕竟空，那又没有办法去理解什么样的情形之下会有空，因为这样子，所以到后来龙树出世造论，佛灭度五百年之后呢，那小圣的有那个小圣法，就是非常流行，那龙树菩萨在五百年之后，佛灭度五百年出世，他造了中论、百论、十二门论，那个中论、十二门论的这些，那造出世造论，目的呢是为了要破执，把佛的那个教法，把佛的那个义理呢，能够深明破斥这种执着、执见方面的。既有明者，今反而邪之。那这个仿制呢，因为我去查解析字的解析仿呢，是太阳刚开始出来的那个意思，所以前面有一个金，那后面这个仿制，是不是说从前面这个地方，那就是开始学习新的一些而学之，因为龙树造论生破空有二执，破空有二执，所以从这地方又开始重学。次问：既有一地教地，佛何意说一地以教地？为什么？既然有一跟教，那有这个一。有一地跟教地，反过来问说，为什么既然有了，为什么要说呢？其实讲这些的目的，二地的那个设立呢，只是为了要令众生，我们用套用《法华经》里面的那一句开示悟入，令入佛法，能够令入佛法，能够解人生的一大事因缘。所以不管是教地，不管是一地那他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开始悟入，能够悟入佛的那个意境里面。那这边底下解的如来所以说二一地，为令众生一劫转两劫转，说以令悟非以非不以何者，以无明相中强明相，强明相说无明而说明，令悟明无明，亦非以非不以为众生说以，令悟以非以非不以故经营，知有非有本性清净。又引亦令众生生世，亦令众生生世第一义谛，故说是谛。又引一切有为法，对不起，一切有无法了达，非有无为是故，说以令悟非以非不以，所言一劫转二劫转何者是？好，那底下是在讲一劫转两劫转的这一个意思。那一劫转两劫转的不的情形，就是也是一样，就是为这种这种一地论的部分呢，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觉悟非有跟非不
会以会不以的这些道理通过，因为后面有讲到说有那个无明相中强明说相，因为要了解这些道理的话必须要有明有相，因为无明无相的这些东西呢那我们不了解，所以必须要通过有明有相而说，那所通过的这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所讲的一谛的部分，所以一谛它不是目的，它只是一个方便，所以后面所讲的以无明相中强明说相，无明说明令悟明无明，可是我们往往呢在强明说相当中呢为什么有失有得，本来为众生所说的，可是今天呢因为说有只有说空持空，那就失去佛陀的这个本怀哦，因为像后面所讲的他说经营知有灰知有灰有本性清净，这是在般若经里面所提的，般若经里面所提的所讲的哦，诸佛悉知诸佛本那个，就是诸佛悉知有情本性清净，也没有有，哎、啊，也不是有，哦，都是本性清净的，不会去执着这些的，如是如是啊，华尔如是嘛，所以后面这里几个都是。引经据典来谈前面所说的、哦、所以这一个、是属于般若经里面大般若经里面的，那又引的这个部分呢是三论里面三论列章里面基大大师的三论、列章，那底下一切、那个又引第一个又引的这些是欲令众生生是第一义谛故说是谛，其实在大品般若经里面大品般若经里面也有这个一定众生生是第一义谛故说是谛，那在我们这一个讲义里面的第六页里面也有这几句里面，所以这种为了要生是第一义谛的话呢，那我们还是必须要依是谛，为什么要说因为要生是第一义谛故说是谛嘛，要了解第一义谛必须要依是谛，我也要悟入，你必须要依是谛，所以讲，所以佛陀说是谛。可是如果佛那个说第一义谛，那如来有没有说是谛？说是谛的目的呢？那佛以因缘说法，那他所讲的这个是谛法呢，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以众生所接触的，这个都是属于教谛。可是众生所接触所得的这个的话是属于义谛部分，那所说的这个是谛，因为这里所讲的为了生是第一义谛必须依有入空、哦、所以所说的这个是谛呢目的是为要让我们进入到是第一义谛里面去，所以中论里面所讲若不依属谛不得第一义谛，那不得第一义谛的话呢那就不得涅槃，所以为了得第一义谛，所以说是谛，所以说是谛话。可是佛实际上有没有讲这些是谛话？众生随类各得解了。那后面提的又引一切法有无法了达非有无，这个是《三论显义》里面有，《大顺四论集藏》的作品里面常常就会见到这些。哦，那这一句话在《华严经》里面。也是有后面接的如是正观能见真实佛，如果你能够了达一切的有无法，你了达会有无，也不是有也不是无，华尔如是，那么你能够如是的正观的话，那你能够就能够契入的，为是故说以令悟非以非不以，所以也没有这个一二谛的，一二谛只是一个方便，借理悟教，所以只是一个方便让我们进入而已，让我们进入而已。
那后面所讲的一节转二节讲二节转这些呢，其实都是在讲到说，为什么要设立二一地的这个目的？那有一节转，有两节转，这些就是因为众生所需的。那我们跳下来，所言的一节转何者是？一节转者，一节转说有余凡是地，说空一圣，说空一圣是地，这是我们常常在讲的。有呢是泛化的，是假的，可是这些东西呢，对于凡夫来说是真实存在的，真实存在，你不能说它假。桌子明明就是存在在这个地方，麦克风明明存在，这一支笔明明存在，我在用啊，那你怎么说它没有？它是有的，是透过体性，你要了解。那可是透过体性，透过那个世俗是我们了解，可是我们恍惚往往在看的时候，不是属于我们真正的那个智慧，我们是因为外在所接触的这些，我们所看到没有办法真实的记录，没有办法真实的所以就说，说有余凡是地，说空余圣是地。作如此说者，我令众生转有入空，转有入空。所以有悟，就是有入非有的部分，有入非有。所以上面从一节转两节，刚刚所讲的这个一节转两节转，再上去几句，他说：“欲令众生世是第一义地，说欲令众生生是第一义地，故说世地。”上面有一句经营就是我说那个《大般若经》第六会里面的，他说：“自有回有本性清净，本性清。”只有会有就是你经典里面所讲的，诸佛悉知有情本性清净，因为不会去执着这些，所以他本来清净，所以能够了知有一根会有，了知有根会有的部分所以他说作如此说，令众生转有入空，转有入空。所以讲有的时候呢，疑环是有，那疑圣呢是没有有的部分。那这一种的有呢，在本质上来说的话呢，它不是这种自信有，它虽然有，可是是无所有的。在一地中讲这一个的这个有，它针对的是凡夫的执着。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设立二一地，设立这一个都是一个教化，是最主要呢。二一地设立的目的是为了要破执，为了要让我们能够悟入。所以针对凡夫的执着，凡夫因为凡夫以这些都是属于是实有是自信的，所以疑环讲的是疑环是有，疑环是有。那目的最后面那个上面先持有实物所有，先说有呢，是一环是有，这只持有不有，此为凡夫目的是让我们能够了悟到持有不有，所以有悟入到空的部分因此有而由这个有而悟不有，有一有，所以我们讲到说，一有入空，一有入空，就是那个中论里面所讲的。如果说我们不一有，就是世俗地的话，没有办法入空，没有办法得到第一义地所以这是属于一节转的部分，属于不一节转那
在麻黄看过来，这是属于一节转。那我们把底下合着，从一节转二四六七，哦，第六行一节转者，说有以反是地，说空以胜是地。作如此说者，令众生转有入空，从有入空。何者？有以凡是有，持有实无所有。对于凡夫来讲的话，那有是真真实实是有，可是这个有呢，不是实有的哦。那可是以凡是有的，以凡夫是有的才会讲到。先说有以凡是有，则知持有不有，持正为凡夫，凡夫为诸法实有。今说持有以凡是有，若知有以凡是有，即知持有非我非有，是则因有物不有，啊，因有物不有，所以说有。那中论里面有提到。中论里面有提到的话是说，有一句说大圣说空法，空法是目的是为离诸见，要有这种见，有这种执着性的部分。那因为我们在讲到这些的话呢，那其实都是属于离的部分。所以底下哦，在四十九页这个地方刚刚所讲的。即知持有非有，是则因有物不有。所以经里面知有不有，知有经里面所谈的提到的是知有不有，不会选。那底下又经言：亦令众生生是第一地，故说是地。又论云：若不因世俗，不得第一义。啊，这个都是在证明讲到那个一节转的部分。一节转的部分，那因为我们都是在谈这个理论的部分，所以了解了这个道理，所以你达到了是不是真，就是你明白了这个的道理，是不是真的能够是，就是在思想上也能够通达，那也不一定，不一定哦。所以我们在讲到空，一直在讲空的话呢，那你从空。也不能知道有，哦，因为我们所知道的，就是你所明白的，这个是属于总相的这种空理，哦，那即使这些，因为我们都是在讲这个空的部分，那你即使是你知道了，那你能够，你真的能够明白事相上的一切，因为这些事相上、世间上的所有的一些事事物物的话，我们必须要利用。必须要用我们世间的世俗智才能去理解，才能去解。所以为什么要讲到说一有入空，啊，知有不有的部分？好，那两节转呢，哦？讲到这个两节转，那两节转说有以凡是实。对有疑凡是实，说空疑胜是实，名二疑地，名二疑地。既说空有疑言二，即知疑二不二，说疑二显不二。那后面提到，故尽以一切。有为法了达非有无，若好事者一恶者名非恶，非恶非为非恶，若言一恶为显不恶，此言平顿，若尽悟解者此恶者名非恶，名非是恶，非为是非恶，亦须一阴虚上阳，不得下意，上阳则两离，何者一二非是二，则离二非为是非二，不着不二，不着不二，此则物非二非不二，非偏非不偏，清净正道者，
上面所讲的那个两节转，你所讲的那个到了那个说以二地的，说以二贤不二这个地方呢，那因为两节转的这一部分讲到说，我们只有为真实，只有为真实。那对这个执着呢，那我们来讲到空的，来提到这个空的部分。那这个对我们来说呢，那其实我们是，哎，如果我们有没有办法真实的去体会，我们今天接受的就是我刚刚所讲的，只是一个明白总相的这个空理，我们只是明白教义的部分而已。可是我们真正要去了解的，就是真正了解的这个有空的这个部分，是要透过社会世俗的一切，因为你要明白事理的一切有的部分呢，那从这个有的部分去了解空理的话呢，我们必须用我们的世间的世俗智，比如物品，譬如一个物品，那我们去观察，知道说它是因缘和合，是一个幻有，是无常，那是无常，是我，是无自性的，是空的，这些我们都了解，我们都了解。可是你去观察这些呢，那它在这个空的这个当中，它是缘起，比如说一个瓶子，哦，那你它虽然是一个瓶子，可是你在观察的时候，你知道说这是一个缘起，这是一个假，可是它是一个假的东西，可是作用体是假的，可是那作用还是有的，还是在，还是在，还是在。所以你是从这个作用上，从这个有的这个目的上，一有你去入空，你去明白说这个是属于缘起性空。哦，所以在缘起性空，或者讲说空是无碍的，空是无碍，因为它是可以用，它是没有障碍的。可是，在我们的意识当中，我们还是会去想，那到底这个东西是不是有？到底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有这些东西？甚至我们脑筋里面还会去想到别的，哦，会去思考到说，哎，我今天来讲这些道理，那桌子上的这些东西，乃至我们看不到的有所隔的地方，那这些东西呢，是不是还有的？是不是有？那这些呢，都是要用我们的世俗的那种智慧才能够去了解。所以在经典里面讲到说，要修行先得世俗法自住，对缘起法才能够有正确的认识，才能够体验涅槃的空寂，才能够体验、哦、所以我们虽然了解了，可是我们还是停留在我们所了解的这个总相的空当中，而不能善见缘起。所以在成我之道里面，他有讲到顺胜意空观，哦，就是你要顺着这个慢慢去观察，哦，所以我们所了解的，你知道空的，那能不能知道有？能不能知道有的部分？所以，书里面有提到知空不及呢，不一定能够知有，可是知有的人呢，他是可以从空进入，所以空是没有办法真正的去了解这个有的部分，哦，那就像说我们对这个身体的这个生命的缘起，那我们都了解这是属于假的，这是假的部分，可是对于这个有个的认识方面呢，我们就是必须要能够通达性空的观念，我们才能真正的了解，那由这个真正的通达空性，然后才能够契入到解脱的部分，
那这是在二节转的部分来说的，所以那个二节转里面所说的仿佛只有为真实，那执着，因为对这些执着那去说空的话，来说空法是对圣人而说的，那对于一个凡夫还是要讲这个有的部分，所以透过有的部分来入空，所以诸法性空它是真实的道理，真实存在的这些话，那这些只是方法让我们了解，所以这个是属于一谛，这是属于一谛，所以空也是有也是两者都是属于因缘的部分，两者都是属于因缘的部分，所以能够知道因缘的因缘法的话，所以恶而不恶，空就空有就融通，所以即使是恶，那可是它也不是恶，所以只从这边来讲二节转的部分，是通过空有的二谛在显不恶的道理的，所以这是属于清净的教谛的这个正道，所以一谛前上面所讲的，讲到这个地方就是一直在变，讲到说一谛是教谛，所以一谛跟教谛真正来讲到讲的话，它是属于一种的，它是属于一种。那换句话来讲，有没有教谛？有没有一谛？只是因为了要讲解，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解析，所以判来讲一教二谛是由于情解，因为情解，所以这个情解就是上面，以情智判教二谛的那个部分，都是属于情的这个部分。我们所执着，因为有我们内心的种种那个观念上而来说的，难作如此说。四十九页的部分，难作如此说，一谛者即是教谛，何处别有教谛？就上面所讲的，设立二一谛的目的，只是为了悟入，为了悟入，为了了解，那所以一谛是属于一谛跟教谛的关系，一谛就是属于教谛，一谛只是教谛，何处别有教谛？是没有教谛，不能做两种。其实一二谛说啊，不能有两种说法，不能有两种说法。那可是这里所讲的，从来人闻师说。一谛教谛做二谛解，做二谛解，或有这样子的一个文师说教谛跟一谛，那他就把它分别有两种的说法，两者的这种解释的话，那只是因为情解，就我们的这个那个知见而来的，没有办法真正契入佛意。所以这后面所讲的宋以鹦鹉会这个字，好像是念字还是蝶，我不知道啊、哦。会暂且就念蝶，念字了、啊。念会字角耳精明如相所明，别无别教谛，即说以及教也。哦，如果前面所讲的。文师说一谛教谛，你把它分别有这两种的话呢，那就像是鹦鹉学人说话，不得人语。这是因为鹦鹉呢，宋以鹦鹉就是，鹦鹉是学人说话，那我们讲什么，它就说什么，我们讲什么。我们教一句他就讲一句，可是他知不知道这当中的义理，可以了解这为什么会有这一个情形呢？所以鹦鹉学人说话呢，那他是不得人语，比喻说
这篇所讲的，你把它分给别的，你没有办法去了解，没有办法去了解当中的这些义理，所以世子以没有足见，人以义隐的这种说法，没有办法去了解真正的意思。所以因为应武送武的 这种不得人矣，所以在禅宗的景德传灯录里面，那为什么禅宗他就是教外别有不利文字哦，因为他的就是说误解了 佛的本意，那随文而来讲这些东西，没有真正的了解到佛的意义里面。所以我刚刚上一节所提到的那个相法，相法结印经里面呢，十方三世后面所提的是十方三世佛愿的部分呢，除了说这个我们讲到布施的这个部分呢，其实还有讲到，因为他有讲到相法后面的种种情形，那包括有很多人好为人师，那讲解经论方面呢，那就凭了自己的一己之见，那就讲很多，可是没有办法去切入佛的那个密意，所以十方三世佛愿，这也是一个。那讲经说法的目的是为什么？那这个就是刚刚我上一节跟大家提到说去印度看的那个你们也跟我讲，你用准备2000个都不够。为什么准备2000个都不够？为什么那么多？为什么那么多？他们怎么知道你们要去？他们消息很快。不是我们去了，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地方出出入入的人非常非常之多啊，不是我们去才有啊。他们知道你们去才会舍。你们这些人会舍，他看到那个形象就知道你们这些人，因为如果不是那样形象，那些人因为不是，因为只有你会去，不会舍，他那人没有舍心啊，他们也没有佛法这一些啊，很有智慧啊，他们也很有智慧。你说哪当地人，还是说用的不够来舍什么？那些人不是那些知道你们去的人啊，他们很有智慧啊，他们知道你们会舍，会很舍。他们有智慧，不然他们怎么做？不要用这种说，只能说我们跟这些众生有缘，对不对？所以他们就知道你们了，你们就会。那是不是那个《相法结义经》里面所讲的？《相法结义经》所讲的，他因为《相法结义经》讲的话，我用那个这样子一张印出来单面的，整面印出来的话。是印四张，会去那一些地方的几乎都是会布施的比较多啦。你们会有那个行为啊，那个所以众生说，你念佛你不可以这样的，你要布施啊，你不能众生可以这样说，你怎么能这样子，你是佛的，太有智慧了。有时候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去，就是那个众生的那个心意，就有时候真的是不知道如何去讲。像有一年我在我们常住，就7月15之前，因为上课，那就讲到7月15布施的这个情形。就那一年的那个布施，他们就7月15的那一当天，就很多的信徒就在寺庙里面供佛，就在寺庙里面，就在我们常住里面供佛，那就会让我想到说，那我讲我在讲这个，是不是心里面有这一种想要得这个利益的这个心的存在？没有，这样讲的好像是在一个是说真实嘛，一个好像是讲说这个心是不是有挂碍。一个是在说真实，是真实嘛？众生心，对呀、是没错了。我在说，那我这个心，所以有时候讲这种利益的部分的话，就是必须要我们自己检点自己的内心，是不是有这个一丝
一好的那个信念存在，就必须要知道。所以会这像这种想法，就会让我去思考到想到说，那个寒山拾得的人，还有风干法师那一段意思，那个他们所遁迹的那一段的时机，那一段时机，所以有时候真的是我们不知众生意，那有时候真的是很难讲，那。自己的心念还是真的是要好好的去抓住自己的心念，起心动念是真的很是不是可以行于中道，你的起心动念是不是在中道上，不管它是不是中道啊，这些的话起心动念就是不要起一念的心念就好了，可它起了啊，它不起就没事吧，问题起了就有问题啊，你就不要先防患于未然，不要让它起就好了，因为起，所以才有说中道的教导，因为我们会产生社会佛，所以才有般若智的佛智的显发教授。如果我们不会产生说色空是有二的话，就不需要佛来教。色空有二，其实对凡夫来讲，必然真实的色空一定分为二嘛。一定是分为二啊，如果说凡夫没有，可是这个二是他本来具足，是般若是本来具足，他的二是本来具足，所以如果他不是本来具足，我们众生怎么去分他分空分有，因为他本来具足啊，可是我们分空相是我们一个不是执空就是执有，凡夫也是一样会有这种持空跟自有，你只要达到罗汉的境界的话是属于空的部分，它有是不存在，那凡夫的话这两种都会有，所以为什么讲，其实我们要讲到说就是讲到二一地之后会讲到所依一地，所依一地跟依教迷地的这个部分的话，它会有得失，它会有得失，因为凡夫里面呢，那如果说偏空的人呢，偏空的人，那你一直讲空法的话，他会执在空里面，那你执空的话，你就必须讲有去把它解析出来，那可是有些人呢，他是执有，执空比较多还是执有比较多，执有比较多，执空是属于执空的话，如果说以信行者跟法行者来讲的话，执空的话是属于法行，那执有的话属于信行，是属于信行的，所以执空的人他理性比较强，法行人理性比较强，他会很有思考性的东西，可是执有的人他会用他的那个情志情来判断很多事情，那就会比较偏了，比较偏，所以如果是执有的人呢，执空执有都会以我为出发点去谈很多事，我是对的，我是好的，我是怎么样的。可是执空的人他可以破除，执有的人呢，他会一直这样子，这是我的认为，他会一直的这样子认为下去，他不容易去接受别人的意见。他认为我永远都是好的，所以从这个地方进去，他是属于情的部分比较多，所以是属于信行人。我们所讲的有两种人，就是一个是信行，一个是法行。法行的是理智比较多，那信行人的话就是情感比较多的。那理智跟情感来讲的话，情感会依我而出啊，来谈很多事情，所以依空的偏空的人要讲有，偏有的人呢，你就是要说空来破执。所以如果说你继续为那偏空人一直讲，继续讲一些空的话，那么讲空执空。讲有只有，所以二者俱失、哦、这是我们在后面也会提到。
因为那个陈师兄没有这一本集藏的这一本书里面，他就提到这一个部分，好，他就提到我下一次去把那一页印出来给大家看哦，因为有米角一地跟所依一地字，这里有讲到哦，那一个是属于角地，哦，这是这一页，我再把它印出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的部分，哦，从这个地方来看，哦，好，那底下提到，居民所向，如相所明，无别教地，说以及教义也，哦，所以其实没有分别的，只是为了要误入一个方便的部分，哦，只是一个方法，所以没有别，无别教地，说以及教也，所以前面所讲的一地也就是教地，哦，那后面他就又问了，若尔从来解哪得因有一地教地，因为前面所讲又有讲又有提到一地跟教地，哦，因为前面就讲一地教地这两种的，那可是他这边回答说，以情名二一地，以两情名二一地，以两情，哦，所以说佛为众生说此二已，即是教地，更无有二。佛为众生所讲的都是属于的部分，都是属于教的部分，所以为什么说佛是一种教育的，是一个教化，哦，所以它是没有分别的，哦，一两情，哦，所以说去分别的话呢，分别一教，一地或者是教地这两种，哦，就是二一地，以两情名二一地，去分别的话，只是以情解，就是在情的方面，前面有提到的，哦，此二一其实较低更无有。那耶意判，哦，那耶以意来解释的，何者？一地即是所较低，即是能，能所判以较二地。因为教的目的是，也是希望我们能够悟入，希望能够教化，所以以义的义理方面来谈的话呢，一定是能，一定是所，那教地是能，所以刚刚提到那个一地呢，所依一地，那因为所依一地的话呢，我们必须依据教地，然后能够依据教地，然后这一个所呢，就是能够让我们去改变的，所以依地是所的部分，教地是能，教是能够去改变我们的理的部分呢，你入理了之后呢，那把它用到行为上，这个是能够改变，所以以能所来判的话呢，有一教二地，以能所，哦，一个是能用的，一个是被你所用的。那又底下又问，何意说一地教义？为什么又讲到有一地跟教地？他解释说有两种意思。一种为世经独论，经论中并有此言，经论中并有此言，哦，那其实在这里面呢，从我们上卷一直读下来，读到这个地方，很多地方都是世经论的地方都有提到，哦，那所以它会有很多的经，那个以经来证明的部分。那另外一个就是未对他，哦，那这个他后面提到的他，名二地是天然之境，由此二离，而二地名境，互名离者，会二地生二智，名之为境，而道离有二地故，名之为离。
道理有此二理，道理有此二境，今对彼，名此一二理，此是一二境，非道理有此理，有此境耳。若尔今时有两境两理，两境者一一境，二教境，两理者一一理，二教理，为是义故，名一地教地也。然如来持说二一地，凡有三句，为得失亦得亦失。这个三句是得一句，失一句，亦得亦失一句，所以讲三句是这一个。只作此说，若为得解，今佛只说二一地，因何得解？答：今名佛说一地有三句，一地有三句，一皆得，二皆失，三亦得亦失。亦得亦失，言亦得亦失，即是前二一地诸法依凡事有，此由为失。诸贤圣真知诸法空，此空为得，是其空有，令是得失，令其舍有学空改完成圣。这是在亦得亦失。那第二个皆失者，二皆失者，二皆是已故，二皆失，二是皆失，一凡有，一凡有，有即失，一圣空，空亦失，何者？何者？诸法未成空有，一凡未有，一圣未空，如一色未成空有，有见之人未色有，空观之人未色空，一色一空，一色一空有两言，成空有故，此空有并是失也。两者，两皆得者，哦，这是这刚刚这一段是讲二，就是皆失。那另外一个是皆得，哦，皆得就是一地一在一地里面，那两皆得者，只知一二，即知不二，此下五句皆尽，一言二起是二。到这个地方就谈到前面所讲的为他的这个部分。那这一段我们如果以时间来想，可能是有限的。那这一段我会把它留到我们下个礼拜，我把那个其他就是杨慧兰老师的这一个印给大家之后，我们才来讲。不过这先提一下，那这二者对他，那这个他字的讲二字指的是当时诚实的学者，诚实的学者，就是在《大圣贤论》里面呢，他就有提到说，二谛是理的部分，里面就有讲。所以就开始讲二谛是天然之境，由此二理，所以二谛名为境。那又名为理的话，那是什么样的情形？所以会二谛生二智，名之为境。一个是实智，一个是方便智。而道理有二谛，名之为理。道理有此二理，道理有此二境，今对彼，名此一二理。名此是一二理，此是一二境。那这个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谈了。那今对彼，那彼的话就是属于诚实所提的这个道理，因为诚实中他对于这个有无的道理，他立理，讲到理跟境的部分，理跟境的部分。那我们还有几分钟哦，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今天25号。
诶，下个月就过了，过几天就是十二月份的。那十二月份有五个礼拜，对吧？五个礼拜之后，一月份大概我们的课程就会做，一月份的时候，月初左右，我们课程就会做一个结束。那在之后呢，大概是五个月以后吧，还是六个月以后？哦，这次我记得是，明年的七月份，那我会上三论悬疑吧。我们的课程快要做一个结束。那这个二弟悬疑，如果是因为我，到六十四页为止的这个地方，我给你们的话是我去把它做断句。哦，这是依我自己的意思，我去把它做断句。哦，我觉得比较好读的，就把它做一个断句。那如果是一整张再印下来的话，它大概是到120页做一个结束。所以到60几页的话是整一个一半，可是重点都是在前面第一章的部分了，重点的部分。哦，因为二弟的话就是属于教弟跟一弟的部分。好，那我们先回向啊。请合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